奇形怪怪的。这一只哎，这一只，对，出来了。因为它不像黑鸢了，我看它飞的体型怪怪的，运气真好。绕一圈了，停，可能停在那边树上了。尾巴，对，来了。哇，两次。哇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来上班了。哦呦，哎，跟黑鸢在那个，黑鸢去赶它，哎呦，有，啊，打架，对，这边挡住了，两个还在追下去了，后来又出来了。哎呀，鱼鹰掉下去，那个冲它，停了，有看到它头了，冲它，冲它，鱼鹰又来，鱼鹰在它上面，回旋，鱼鹰下来了。尾巴，对，来了。哇，两次。哇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来上班了。